开着 C 级的爷爷 C63 去和我大学时的校花相个亲，兄弟们，这回要完结了。来了，送你的。这 C 级是你的吗？真好看。北京奔驰那也是奔驰。你后面的字没抠掉吧？我帮你。哎，你都抠掉了。就是，你怎么把260换成了63？明天就换成300。嗯，数字大的贵。上车吧。好，我来帮你系安全带。嗯，刚才没看清，你这怎么是老款？有一种，我相亲不接受二手车的，悲伤，二手房也不行。算了，找我前男友去了。喂，你打开，我能说了吗？你打开懂车帝 APP， 点击智能实车拍照识别，就能知道名字和价格。我这车叫 C63 AMG， 裸车价就要100万啊！可是我前男友刚换了法拉利。哈哈哈哈，那不是法拉利。你再打开懂车帝 APP， 点击选车就能看到车标，那是野。哎。